哎，龙凤叔叔啊，能不能带我去趟村委会啊？村委会啊？啊，我打个电话，马上就回来。打给谁啊？书呆子。谁给他打呀？我是得告诉爷爷和方阿姨，我妈已经醒了。好，那我送你去吧。嗯，走。那水云婶，你帮我照看点我妈。哎，行，你走吧，去吧。啊，亚妹，快看，看谁来了？反应了吗？亚妹，嗯，你看看我。 我是谁？大伟呀，亚妹，这是怎么了？看你这样，他可能情绪有点激动，我们再试一下。来，你再，亚妹，亚妹，你看看我是谁？是啊，快看看，亚妹，怎么还是没反应呢？来，大伟。 我嗓门大，我试试。啊，来，亚妹，你看我是谁？啊，看我是谁？嗯，你看有反应了吧？你看，三嫂，看亚妹对你还是印象深啊。哎，你还说呢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这。亚妹，你好好看看，我是谁啊？ 认出来了，你看，亚妹，认出来了，他认出来了，大嫂，你快来，亚妹她认出我来了，看看能不能认我，亚妹，你看看我是谁，看看我是谁呀？ 找雪娃呢，哦，雪娃啊，叫萝卜送她去打电话去了。一会儿回来。来来来，那回家吧。哎，把推车。行行行，走走走。谁呀？爷爷，我是雪娃。雪娃，我告诉您个好消息，我妈已经醒了。你妈妈苏醒过来了。嗯。 太好了，好，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你方阿姨。哎，秀娃，要不要我把这个喜讯也告诉你爸爸呀？啊？您别告诉他。那行了，爷爷，我没事了，再见。这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爸呀？ 我就是不想让他知道，从来没把。从亚妹的眼神看，还没有恢复正常人的思维。这已经不错了，我妈能睁开眼睛就不错了，哪能那么快呀？我希望的是啊，她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。哎呀，大伟啊，只要她能逃过这一劫。 我相信亚妹能恢复如初的。哎呀，亚妹啊，咱们喝点小米粥啊，这个有营养。这呀，比你天天用大肠管子往肚子里灌舒服多了。来，喝一口啊，张嘴，张嘴啊。来，哎，哎，好好。哎呀，我妈知道吃东西了。<笑> 吃东西了，再喝。哎，哦，都要自己吃。啊、哎，好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哎，好，哎，嗯。
雪娃，你妈说柱子怎么了？妈，你是不是想去坟上看看四叔？哦，雅妹，咱们看柱子去啊。柱子哥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能到你坟前看望你了。是大伟硬把我从鬼门关给抢了回来，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的。我明白了，雅妹是想告诉柱子她又活过来了。老四，雅妹醒了，她醒的第一句话就是想来看看你，她没忘你，她是个有良心的人。哎呀，这雅妹是最要干净的人了，这么长时间不洗澡，真难为她。快放那孩子，来来来，这是热水，哎，凉水来了，试试，你看一下，差不多。哎呀，雅妹啊，来，起来，水好了，洗了。哎呀，水弄好了啊，咱们洗个澡。哦，妈妈高兴了，高兴的。哎，把衣服脱了啊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爷爷，你上学了。哎，路上当心点啊。爸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好。爸，再见。哎。啊！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看你脸灰沉沉的，你不会是病了吧？最近我这特别疼。人也觉着很疲劳。我听说人40岁的时候最危险了，小病不去看，大病以为也不会有。我看你呀，得空去找叶飞去检查检查吧。最近局里面特别忙，忙过这两天再说吧。你慢点啊。哎。